哎，小朋友，你舅舅要带女朋友回家哎。嗯？什么？哎，表情怎么那么……哎，舅舅要带女朋友回家哎，偷偷交往一年的女朋友要带回来了耶。可是人家不是要看你啊？为什么不是看我？是看阿妞。是看阿妞啊，他说好，卖茶啊，卖茶王喝奶也生气。哎呦，好了，喝奶，好吧。嗯，你刚刚好好笑，一说姐姐要带女朋友回来，马上哦，你不是最喜欢听八卦吗？他说又不是看我，不是看你，不开心，是吗？对，不满意是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不是看我，是要看阿妞啊？对。哎呦，我们要不要准备什么啊？你舅舅带女朋友回来耶。不喝奶奶分他喝。不要，因为不是要来看你的，你干嘛要分他喝？是不是？生气。阿嬷也很紧张吗？阿嬷很紧张吗？一点都不紧张，一点都不紧张。嗯，哼，是带你这样，对不对？最好再弄乱一点，再弄乱一点。哎呀，看那个啊，喜不喜欢呢？很久了，喜不喜欢？很久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啦，布布，你要不要继续喝奶奶？你要喝奶奶喝一半呢？能喝90，剩90，你才喝80而已，小朋友。他喝160，那才70而已。还是有问题啊，小朋友。嗯。看阿妈生气。看阿妈。好了，快点啦，喂我。好，喝奶奶。喂我。喂我。啊，等一下要跟九九女朋友打招呼哦，好不好嘛？没空啊，反正人家不是来看你，是来看你，吼，下次影片见。啊，你又出来见客哦。